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南沙客运港。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南沙客运港。The destination of this train is Nansha Passenger Port. 下一站，大学城北。下一站，大学城北。The next station is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North. 去往内环路、中环西路、中山大学、星海音乐学院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、九尾科技兼职猫总部、星云开物乐瑶瑶总部的乘客，请准备。列车即将到达大学城北站。